前两天带娃出差去参加了个电影活动，本以为他会在电影院又哭又闹，结果待会酒店后就困得不省人事了。好家伙，这一觉睡得可算是给他充满电了，坐上回家的高铁后他可就来精神了。他越觉得这样好像很好玩，他就更大声的叫。我们是真的怕打扰到别人，也怕熊孩子被人打，所以我们买了个冰激凌，当然不是为了安抚他的。带娃太辛苦了，奖励自己吃点好吃的不过分吧。不给我一口我也要。你不吃冰激凌太凉了。文明伴我行，功德在我心中。什么叫文明？文明就是你要在车上安静，不能叫。带娃住的真的好烦啊！